接下来这个规则很简单，两队轮流根据给出的主题来进行歌唱，五秒接唱不成功就接受惩罚，另一队得一分。轮流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我们一个，也是抢是吧？没事，我们赢定了。对面玲花连轮流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懂。第一轮带人名的歌，带人名的歌哦，直接开始来。我叫小沈阳，你们也叫小沈阳。Dance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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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ica。好的，九妹九妹，哎，可以可以。哇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啊，这，哎，没毛病啊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五、四、你快去。三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，师傅。自己配了个猴。没办法，被你们逼的呀。爷爷想起妈妈的话，妈妈。啥玩意儿？妈妈不是人名。这海洋好冷啊。我刚想忘了呢。五、四、白龙马蹄儿朝西，驮着唐三藏小跑仨徒弟。对，小邋遢真呀真邋遢。好，接上。是他是他就是他，他的名字叫小哪吒。这看了多少动画片啊，这是。你若化成风，我化化成雨。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我化化成雨。对的呀，我的名字吗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啊，黑猫警长。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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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。快快，谁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别，我还没开始。五秒结束。五、四、你三。二一，超越自己，一起飞。谁呀？谁？谁呀？是谁呀？杨超越啊！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在那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个蓝精灵，他们聪明，哎呦呦，跟着舞。有两个人名，厉害了。爱需要真的勇气，流言蜚语，对吧？这怎么的？流言蜚语是谁呀？流言，柳岩啊！柳岩，对呀。不行，这不算，这说不通。Angel，Angel， 盼望你在我身边。对，没错。安妮，你就是无法忘记。安妮，那我刚唱完了。不是，这个不是王杰的安妮。安妮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是阿杜那个安妮。Andy。Angel， 对 Angel。Angel， 我们不唱过 Angel 吗 ？Andy， 他是 Andy， 你们是 Angel。对。那等会儿我们还有别的 Angel 来。那莫妮卡。啥？唱过了？有，唱过了。二。没这歌吗？唱过了。Dance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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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ica。啊，真的？那我还有。我都想揍你一顿，莫妮卡。你这怎么还自嘴了？哦 bab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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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吉拉，baby，baby，安吉拉，baby， 梁山白竹影台，非常好啊，我们两个名字啊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
成你的梁山伯。两个人名。我的妈呀！广东歌可以啊？可以可以，只要有人名就行。如果我是陈奕迅，这句话太吸引。陈奕迅啊，可以。Hello Hello， 你好，周杰伦。耶、yeah! ！还有十秒钟。山歌好比春江水来。我人呢？人呢？三哥。刘三姐。二舅呢？好，时间到了。刚才这轮游戏呢，我们双方打成了平手。哇哦！下一个题型也很有意思，我觉得比人名稍微难一些。哦。要求唱的歌是带疑问句的歌。疑问句的。这么快？来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疑问句，疑问句。爸爸、嗯、我们到底去哪里呀？正确。爸爸那三咕噜的有味。你这是翻译是吗？这个能过，这唱的是一样的。不那是那个吉祥三宝嘛。对，吉祥三宝的那首歌。那三咕噜的有味。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正确。哦，那个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芭比，你唱过小星星吗？唱过了。你玩够了没有？好，正确。你唱的都这么苦口婆心的。哎，没娃的要过河，拿一个来推我嘛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已经回答完了。谁回答的？我俩。我要过河，是哪个来推我嘛？我就来推你。是谁？在敲打我窗。正确。接下来还有问题呢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可以啊。是谁？又来一遍。送你来到我身边。可以啊。对。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？可以。是谁在唱歌温暖我心窝？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？好，正确。好，哎，我的妈，急死我了。来，花花是谁？他为啥那么不急啊？我也下回这样。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正确。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？正确。是谁？又是谁？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？正确。错。敢问路在何方？正确。是谁？花花是谁？是谁？的心啊，留下。是吧？是谁的心啊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到哪里去？娜姐，这是个回答，你去哪儿啊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你到底爱？
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就去。是谁偏？而且哎，我们这边只派出了一个人，这三个大将还啥也没占呢。五四。啊，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我又错了，我又错了。谁伤害了我？又是一句回答呢。你伤害了我。我现在问的都是啊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吧？这可以。是谁？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。正确。我们输了，谢谢。我们还有很多存货。还有存货呢。你们别存了，留着下一期用吧。我们投降了。我们接受。好，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。刚才那一轮我们赢了100票。腾哥，你就不能让让我们吗？你就给我们能怎么了？给你三票，才给三票，给伟霆三票啊，意义是？毫无意义。就是为了显摆一下。伟霆送你3票。我不要。10票。不够。不要不要。好，1票都不送了啊。我给了他送100票呢。还没商量分给谁。我觉得你俩。那就贾玲50票，关晓彤50票。今晚你们会送哪3位成功组团为大家献上只属于他们的单曲呢？完全掌握在你们的手中，投票开始。有要拉票的没有？从小就有个组团的梦想，一直没组上。求求大家，陈伟霆啊，求求！为了争取票数，豁出了这张老脸。呀，我们组的是不是那种就是男团女团那种感觉，是不？对啊。咱们组的应该叫饭团儿。哎，我们饭团成立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晓彤和贾玲分别加上了50票之后，上一轮到现在为止排名有没有发生变化？前3名现在是谁？请看。咦，哦哦，伟霆变3了。哇，所以贾玲成功逆袭到了2位，现在有什么感想？现在我感觉我是个赝品。哎呀，离我远一点，我现在可不是那什么了，我成团了。